丹老官培育真多优秀的文学创作者，规定要引导青少年来接受文学。光复文化局经过三年筹备，邀请九位专家、学者、甲作家，针对着国内160多位的文学家所写的作品当中，来挑选出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各种文章，出版《南投县青少年文学读本》。今仔日也特别进行研习活动，希望将这套好册来推广出去。南投县境内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。今次活动当中，针对着光复文化局所完成的南投县青少年文学图本，也写着陈显仁、刘维贤、一个潘桥，三位参与着编辑老师，带着大家进入文学世界。可以读到社会的演变，也可以看到时代的记录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书不只是文学而已啊，其实它是开拓大家这个视野，还有呢，增进大家对人生啊，对乡土的情感。希望讲引导青少年来接受文学，并且透过着作家文笔，认识着南投。光复文化局甲图书馆整合着资源，邀集着国内重要的专家学者，利用三年时间来为青少年编撰着适合的作品，完成着这套图本，分作着小说，一个儿童文学者7本册集。有系统的介绍南投县境内的很好的一些南投的作家的作品，然后让这些青少年能够有一个导读以及等于是学习的对象，然后这些作品呢都非常的平易近人，非常容易入手。你超过30年的大概安尼真难得认识的机会，嘛吸引着真侪对文学有兴趣的民众做来参与，开发着因无同款的想法。可以到南开科大这边，让很多的系科的学生去更了解在地。哦，包含说休闲，他可以知道文化怎么去做一个导览嘛，导览旅游。那文化创意可以把这个文学里面的一些的故事，怎么融化成一个文创的商品。第一个老师他讲解的每个作家的背景，然后跟他创作的理念，那我收获良多，因为增广见闻，认识更多，那题材的想法也会更多元。光复文化局表示，这一册经过着高一老师用心来编辑，内容真丰富，真适合青少年来探索文学。目前在高雄电器的图书馆，这个各种各样的图书室拢借会到，麻烦大家做伙来阅读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